后岸村位于浙江台州市天台县县城西南30公里处的街头镇。每到周末，江浙沪一带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热闹非凡。石峰溪在村前蜿蜒流过，河对岸是一座层峦叠嶂、奇石拙劣的山峰，被当地人称作寒岩。花岗岩峭壁绵延不绝，如十里铁甲龙。在山腰显一巨大山洞，人称寒岩洞，外部重岩灌顶，内里却暗藏乾坤。从洞中往外看，青山白云，旭日斜阳，一幅灵动的长卷山水画近在眼前。很难想象，距今1000多年前的唐代，有人在这个四壁空空的山洞里独自隐居70多年。没人知道他的真名和具体生辰，只知道他以寒山自称。后来的人们在树皮岩壁上搜集到了他的300多首诗。只知道他是长安人，也曾是博览经书、游猎平陵的官宦子弟，却因为相貌不佳，科考多年不中。差不多唐玄宗的时期，要殿试的，那他有要求，就是说难看的人他不要，或者说他长得很瘦弱啊，矮小啊，他就不要。寒山放弃了科考求取功名的道路，30岁那年，他一路向南，几经辗转，来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天台山。他住在寒岩洞里，以蕨菜、野果为食，引来山泉洗钵煮粥。夜晚，他折下树叶覆盖地面，拿细草当被褥，躺在雁座石上，听着山中的松风和枕下的流水，耳朵就像被洗过一般，内心的挫败与不安就这样被抚平。寒山在诗中把离家千里远走天台称为归来。重岩我卜居，鸟道绝人迹，亭记何所有，白云抱幽石。后人在寒山留下的诗句中，看到了一个人与草木为伍，以青山为伴的孤独而自洽的诗意生活。冬日当阳拥求作，闲读古人诗，夏天里新书一两卷，树下读喃喃。白天穿一双游方木屐，撑一根古藤拐杖，游青山观云海，夜归檐下睡时，心如空中的朗月，没有一点喧嚣。这个与自然为友的奇人，在与天地的同频共振中，体验到了超越个体的永恒。整座山就这么一块地方呢，就被称之为神仙世界。
寒山是贫寒的，他一身破烂衣衫，洞中除了一床书一无所有。草木风月装点着他的世界，月照水澄澄，风吹草猎猎，雕梅雪作花，雾木云冲叶。但他也是富有的，天台的丰富物产足以满足他极简的生活所需，而精神世界的富足才是他最终的归属。他把自己当作一个身居山林，无需说一句谄媚话的农夫，也自称书剑客、参侠子、出家人。这三个称号正是寒山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由佛入禅的标志。儒释道文化气息浓厚的天台山，每一种智慧都是它的养分。据说寒山子在天台隐居70多年，这个身无长物、身体瘦弱的人竟活到了105岁。寒山并不孤单，猕猴、蝴蝶、飞鸟、游鱼常入他的诗中，群山、斜阳、白云、明月都是他的伴侣。人世间独来独往的寒山，也有自己最珍重的朋友——风干、拾得。他们是僧人，常居在近百里外的汉化佛教第一宗天台宗的发源地国清寺。在后人的塑像里，这个拿老虎当坐骑的老和尚是寒山的忘年交风干，另一位是风干从路边捡来的孤儿僧人拾得。他与寒山的友谊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动人的佳话之一。拾得在国清寺厨房里负责拾柴烧火，每一次寒山来，他都会在寒山的竹筒装满他收集的剩饭残羹。当其他人看不惯他们的疯癫举止，责骂驱赶时，两人只是哈哈大笑。他们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很多话在外人听起来是疯话，却流传了上千年。寒山问拾得，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见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回答，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是一种超越世间的神奇智慧，也是解决日常争端的有效方法。我见世间人，个个争义气，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当意气冲动、妄念升起时，能耐心地等一等，
那世间能少多少纷争和烦恼。寒山在世时曾慨叹，多少天台人不识寒山子。盛唐时期，诗坛群星闪耀，寒山只是一盏隐没的孤灯。他不会想到，自己在山岩、墙壁、树皮上随手写下的诗句，没有被岁月侵蚀，在千年以后，携带着神秘而幽深的东方美感，在地球的另一端，开始了一段跨文本旅行。现居西雅图的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40年前以笔名赤松，出版了英语世界第一部寒山诗全译本。2012年，69岁的比尔·波特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用30天的时间，在中国广袤的旷野和乡村，寻访36位他所钦佩的中国古代诗人的遗踪。最后一站，来到了寒山子生活之地，天台山。When I was translating Han Shan, I discovered that he had become a cultural hero in China, of course, but also in Japan and Korea. He represented that transcendent free man, free of concepts and words, but who uses concepts and words, but who is free of them.Who can swim in the water without getting wet? 寒山的诗语言直白，意境空灵，虽不符合当时中国主流诗歌的典雅格律，却非常适合跨文化传播。宋代，日本天台宗僧人将寒山诗带入海外，此后这些来自古老中国的荒野之诗，相继流传到日本、韩国、欧美，知名度甚至超过了李白、杜甫等盛唐诗人。一个衣衫破烂、长发飞扬的诗人，独立山岩，在风中大笑，这是西方人想象中的寒山。他敢于另辟蹊径，鄙视富贵名利，遵从内心生活，与自然合一。这是神秘古老的东方禅境，也是西方文本中常见的英雄之路。Americans had never thought of the world like that,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like that. So he made a big impact when it was the 1960s.The 50s and 60s were a period when Americans were, especially young Americans, were 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 The old way of thinking was so boring. And suddenly, reading the poems of Han Shan, you see how wonderful it is to let that material go and just enjoy your mind, the mind we all have. 就像当年这个形势，对吧？因为韩在对美国影响那么大。寒山里面肯定有某些东西契合了嬉皮士的需要，然后形成了从美国五十年代到70年代那么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潮流。寒山作为一个资源，给当时的美国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来源，因为每一个时代的它都有它的特殊性。到美国流行的时候，其实跟禅宗有关系，那个东西刚好契合了那个时候美国青年的需要。他为什么颓废？就是看不到前途，好像是大多数都是讲那个自然的，就描写那个海岩的那个风光的。那他觉得哇，这个地方特别有感觉，他影响了好几代人呐、啊。他这一点契合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需求，所以他就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
大周也，中国公廉制同胞者四万万也，加其四姓之同会同心，群策群力，因名其堂曰廉制堂。隐居山林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在内心中为自己开辟一片宁静的栖息之地，在出世和入世间找一个平衡点，或许是大多数人可以选择的道路，也是中国人推崇的和合之道。中华和合文化始自先秦，和合二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已单独出现。春秋时期，二字开始连用，标示着和合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春秋时期，和合这个概念出现，到了战国时期，这个和合真正是转到了文化的和合，也就是百家争鸣。那么这种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争鸣，各家的相互吸收啊，产生一种新的思想。和合文化的核心的基本内涵了，实际上就是三教合一啊，一直到呢近代，然后随着西方文明的啊传过来，这是呢和合文化的新的内涵，或者说时代内涵，就变成了中西文化的和合。唐宋时期，和合文化开始了具象化和普世化。寒山拾得成为中国和合文化的生动代言人。也许人们在他们之间超越血缘与利益的情谊中体验到人际和谐的美好，于是原本不食人间烟火的寒山拾得经过不断流传演变成了民间的和合神。他们脸上洋溢着春风，眼中包含着喜乐，一人手持荷花，一人手捧石荷，对应和合之意，这成为人们心中和睦友爱、情深义重的象征，并逐渐演变成为爱神、喜神、财神、驱邪纳福的保卫神、吉祥神。1733年，雍正皇帝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啊，就是称之为国家钦定的一种啊正式的和合神，就出现了。那么他不断的呢，出现为正式和合神，也是作为我们和合文化的符号，就出现了。同时，雍正敕令重建寒山拾得的主要活动场所天台国清寺，自此。传承了上下5000年的中华文化和合精髓，通过民间信仰与民俗文化的形式，经官方正式确立，有了鲜活的代表和物化的象征。之后，中华大地和合信仰更加普及，和合二仙形象出现在民间各个方面。涉及建筑、年画、婚俗、日常器具、工艺品、雕塑、织锦等，充满了鲜明的民族色彩、喜庆气氛。他们超越了现实的身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和合精髓，融入人间烟火，融入世界文明。和合的思想，这本来要蕴含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体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现在的一个时代精神，同时它也体现了世界的时代精神，世界的将来的发展就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的基础就是和合。今天，寒山走过的路。已经不是当年的鸟道人迹绝，来到天台的人们依然在追寻寒山之路，不同时代的人
似乎都能在寒山身上投射着自己的生活理想。雍正把他赐封为圣，西方学者从他的故事和诗文中领会到东方禅意的优美空灵，而中国人心中的寒山理想，不是隐居山中与世隔绝，而是与人为善，与物为春，是身体舒展，灵魂也无烦忧。天开有路，寒山不寒。每个心怀和合之梦的人心中，都有一座自己的寒山，让心有所寄，神有所依，与外物共生，与内心和合。